我们讲一下矿石的初步筛选。大家现在看到堆放的矿石是来自矿山，直接堆放在这里，等待进行初步的筛选。本期主要为大家介绍筛选的方式。太阳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不管是多远的远方，不要害怕，我在身旁。你总感到失望，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。以上是顽石矿石的水选筛选方式。